Morning， 各位，又是新的一周啦！欢迎收看每天早晨八点钟活力上线的全娱乐早八点。大家好，我是汪聪。在周末的时候，胡歌抵达美国，要开始自己学习的这个照片啊，是登上了各个娱乐版面的头条。我在旧金山的朋友也已经说了，他们已经成立了各个群，就叫做这个“围捕胡歌小分队”，会在群里去报告说哪哪哪没有发现胡歌，到现在他们在哪哪哪都没有发现，也不知道胡歌去旧金山到底去了哪儿。那总之，其实关于这个胡歌这一次出国去学习，大家还是表达的都是这种怎么说，非常的佩服，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在最红的时候有一点这种激流勇退的意思啊，不再去享受这种光环啊，不再去赚那么多的钱，而是去把自己沉淀下来学习，非常的厉害。来看一看究竟今天谁能够登上头条呢？搞各大新闻。炫富马家强，山东青岛找涛涛。上周六，正在米国度假的乌里涛微博晒出一组照片，用自己美好的肉体当背景，360度展示了自己美国的豪宅，旋转楼梯、雕花扶手、水晶吊灯，装修豪华且面积巨大的卧室，香奈儿毛衣链，清澈的泳池，泳池旁用于休息的小凉亭。乌里涛涛甚至连泳池旁的楼梯也不放过，合影一张，告诉瓜友：“我房面积超乎你的想象，厉害了我的哥。”乌里涛涛估计是嫌 ins 收获的鲜花和掌声不够多，继 ins 炫哭泣帽子、定制版 iPhone、 卡地亚手镯、劳斯莱斯、法拉利、奔驰全球限量款手表后，转战微博实力秀房。要知道，此房不仅装修奢华，更难得的是它坐落于比弗利山庄，这是洛杉矶市内最有名的城中城，有着全球最高档的商业街，云集好莱坞影星们的众多豪宅，是全球富豪心目中的梦幻之地。黄子韬早在去年三月就曾在 ins 上秀过豪宅，结果外国人不太 care 这种东西，所以没什么人关注。于是今年三月，乌里涛涛又在微博上发了另一套豪宅，果然还是国内人民热情朴实。ins 评论一年过去才12000，微博评论仅一天就超90000，网友纷纷评论：“我想炫富可是没有，几个亿的豪宅呀！”涛涛实力拉仇恨，炫富人家只是日常。毕竟乌里涛涛是片酬7000万的男人，而且其父曾自曝身家至少有200多亿，曾是青岛财富榜第7名，私募公司200多亿，自己拥有21%的股份，光一年的分红就是黄子韬年收入的2倍，厉害了！涛涛，你直接回去继承家族企业好了，还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个什么劲儿啊！然而，就在一众小老婆跪舔屋里土豪涛时，有网友爆料称，黄子韬用来炫富的豪宅是租来的，还贴上了租房网和涛涛 Sweet Home 的对比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若不是统一团购别墅、团购装修，基本可以确定租房网上的别墅和屋里涛涛的 Sweet Home 是同一个 house。炫富炫出了尴尬，这是真尴尬了。那有没有可能屋里涛涛是房主呢？租房网上显示，房子的主人是美国加州土著，毕业于南加州大学，会3国语言，英语、西班牙语、韩语，所以应该不是涛涛及其亲属吧。再者说，涛涛去年住的 Sweet Home 和今年的 Sweet Home 完全不一样，而今年又被曝光是租的，瓜友顺藤摸瓜推断黄子韬去年住的别墅也是租的，因为如果是自己的房子干嘛不住，大费周章另租一套呢？我的老公是伪土豪，墙头草网友立马开启嘲笑模式，这就尴尬了，干嘛不自己买？别慌，能租得起此房的也绝非凡人呐。据爆料，这个房子按日收租金，一天12000加人民币，税和手续费另算，最少3日起租。涛涛一直租到3月16日，租半个月要花20万。毕竟屋里涛涛只是个93年的孩子，度个假光是房费就能秒杀其他90后一年的工资。但是树姐英语不好 ，home 不是家的意思吗？敢问诸位瓜友，你们住几天五星级酒店，难道会把酒店称作家吗？此单词误导性极大，要么涛涛英语不好，要么就是装。但是话说回来，不是富二代吗？不是有200个亿要继承吗？很快有网友翻出黄子韬爸爸假土豪的新闻，称其是青岛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纪人，并不是什么私募公司。Excuse me， 都是假的，累觉不爱。瓜友泪目，怎可能爱上了一个假老公？其实租也不是什么丢人事儿，毕竟只是 vacation， 只是宝宝啊。做人要诚实，更别暴露自己的山炮属性。你张牙舞爪的跟豪宅合影，很明显就不是自己的嘛。这跟公园里的大妈把花救过来合影有什么区别？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天
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上周胡歌如期抵达美国，粉丝接机图曝光，哎妈，整得跟访美去了似的。有喷子开喷，终于走了，真懂营销，留学刚刚开始，通告不要停。除此之外，大部分瓜友还是思路正常的，特别是在美留学生已经炸了锅，已出现诸多抓胡歌小分队、胡歌位置分享、搜胡歌大队、胡歌坐标等等群体。而这抓胡歌小分队，据说二群已满，已开通三群了。另外，还有人专门秀出给胡歌号码发短信已读状态。纳尼，我明明来留学的，结果比在国内还行动不便，我胡你是何种心态？姐也真是莫名心疼老胡，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洛杉矶留学了，毕竟那里有6000家中餐馆啊。娱乐圈老司机，冷面段子手，当学之前的抖逼人设早已在众瓜友心中根深蒂固之时，殊不知其内心蕴藏着的社会责任感小宇宙也将蓄势待发。最近网络上疯传的一段发生在地铁中的不文明视频，一时间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视频中，一位男子全程污言秽语，恶言相向同车厢的两位年轻女子。你还报警呢？啊，我们动你了吗？动你了？你们几个人报警了？啊，跟谁俩呢？然后等着。等着。期间该男子还伴随有肢体冲突，而看过视频后，薛之谦也是义愤填膺，冒着被起诉的风险以公众人物的身份爆粗口，斥责这种不文明现象。此外，薛之谦在博文中也为当时在场观众表示遗憾，现场那么多人竟无一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对此，大批网友也纷纷呼吁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在这儿优姐觉得，我们可以冷眼看八卦，但绝不能冷漠看热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沉默，严厉打击。昨天晚上，玛丽在微博自曝，今天在深圳某家超市里被人骚扰摸屁股，虽说当时报了警，但由于事发角落没有安装摄像头，对方咬死不认，不得已历届微博晒出变态照片，并发声我不想沉默。前有薛之谦，后有马冬梅，网友表示没毛病，支持玛丽，这种人就不该给他打码，进局子好好学习。随后潘长江也微博留言说出来，对，你很勇敢，给你无数个赞，真是厉害了我的潘大爷，竟然不是高仿。耀姐说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这人肯定不知道马冬梅吧，谁屁股都敢摸，臭不要脸，呸！一白遮百丑，发胖毁所有。当瓜友心中的神仙姐姐还停留在酱婶的时候，一组刘亦菲的无 PS 照却让瓜友深深的明白什么叫相见不如怀念。最近刘亦菲空降巴黎时装秀，其透视纱裙加牛仔裤的穿搭不禁让优姐对美的定义有些凌乱，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亦菲你肿么了。网曝刘亦菲巴黎时装秀无 PS 照，照片中神仙姐姐可谓福相十足，脖子上的细纹更是清晰可见，然而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没有。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姐姐你腰哪儿去了？难道韩国料理就这么好吃吗？眼看春天就要到了，再不减肥可真要徒伤悲了。不过也有有经验的网友猜测，一般怀孕了也会发胖，难道这该不会是有了小成仙的节奏吧？虽说情到浓时方恨少，但喜欢才是放肆，爱更应该克制。二号微博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曝光了疑似买水军的微博大 V 账号，陈伟霆、吴磊、张靓颖、张翰等一众当红明星纷纷躺枪，纵观涉嫌买水军明星账号、生活自拍等点赞量比广告宣传还要高出近10万，简直是高价买饭。而且以陈伟霆、吴磊这俩当红鲜肉的热度，也没必要再虚增人气了。不久官八就爆料，明星买水军可能是粉丝间攀比造成的，还曝光了淘宝刷钻价位，也是惊呆了一众瓜友。这样算来，如果两位鲜肉每周发两条微博，一半以上是真粉，那粉丝刷钻每月砸钱就要近20万。我的妈，爱豆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份赤裸裸沉甸甸血淋淋的大爱呀？其实粉丝刷票刷榜早已屡见不鲜，爸，这跟家长替娃做题有啥区别？要优姐说，明明一个个都是真爱粉，干嘛还贴钱做黑粉的活啊？有钱买车买房也比不上思聪老公夜店包场秀女郎。上周六，王思聪轻撒50万软妹币包下某酒吧，带领一众网红妹子们泼金撒银。看到思聪带着大半个北京的后宫网红到场，这架势，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以为是爸爸桑带着员工开年会呢。看到新闻后，瓜友也想削尖了脑袋一拥而上，妹子们歪歪要做万达太子妃，汉子们摩拳擦掌盼着撩妹捡尸，夜店的门票更是瞬间从200多涨到800多一张。网友们掐指一算，老公这场每个50万拿不下来。那你一晚一个小首付，真是金贵了我的万达公子。你是花钱看电影，他是扔钱演电影啊。虽然说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这个乌龙事件实在是太为罕见、太为严重，所以现在提起来大家依然可以讨论的
非常的不能说兴高采烈，总之啊，变成一个讨论的事件吧。回想起那个瞬间，依然是替所有的当事人觉得无比的尴尬。其实，在各个颁奖礼的时候出这种事情，也不是说这个非常的罕见。比如说，有可能会摔倒啊，有可能会口误啊。当然，这个乌龙的事件还是算是当中这个不是很容易出现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哇哇 Oh my God 就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奥斯卡 drama 的那些时刻。烟花三月，颁奖周，抓马不停，好欢乐。每年的奥斯卡不仅是影迷的日子，也是吃瓜群众的八卦日。就在瓜娃子们认为小李拿奖后再无八卦可扒时，今年奥斯卡惊现史上最大乌龙，最佳影片竟然颁错了。老二，这可不是奥斯卡第一次玩脱哦。今天优姐就来扒一扒近几年奥斯卡颁奖礼上的抓马瞬间。Part One，最佳影片玩乌龙，紧张三小时，出错一分钟。在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片《雌雄大盗》的主演沃伦·比蒂与费唐·纳威上台为最后一个奖项——最佳影片颁奖。首先念出《爱乐之城》的名字时，影片主创心欢喜，手捧奖杯忙致谢，谢完爹地，谢妈咪，感谢有你才有我。可惜感谢还没说完，后面群众闹哄哄。只见一个戴耳机的工作人员拿走了制片人手上的获奖信封，递上真正最佳影片的信封。原来月光男孩才是最佳影片，制片人 Jordan 赶紧纠正错误来救场，大方让出到手的奖。优姐和这太平洋都感觉到拉拉们的尴尬，月光男孩的主创失而复得的 unbelievable， 谢天谢地谢对手，眼前的黑终于不是真的黑。颁奖典礼结束前，本来很多人都已倦怠不堪，乌龙之后所有人都瞬间清醒，好莱坞的明星们集体玩坏奥斯卡。看着爱乐之城导演可怜的小眼神，优姐着实心疼三秒钟。 Part 2，激动领奖被滑档，年年岁岁奥斯卡，岁岁年年都摔跤。你要问我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有多出名，我会告诉你，她专注摔跤好些年，任何场合都不放过。2013年，鲜嫩嫩的大表姐凭借在《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中女神经的表演，成功入围奥斯卡影后的角逐。颁奖嘉宾刚刚念出她的名字，大表姐捂住嘴巴 Oh my God， 又和搭档布莱德利·库珀紧紧相拥要抱抱，随后才拖着她的大长裙急急忙忙上台去领奖，还没上两步就脚底打滑扑干了，连忙站起来要坚强，乃至发表感言时她仍旧气喘吁吁难平复。估计大表姐内心的 OS 是脚底打滑黄瓜掉，感觉见人在发笑。甚是介意颜面的大表姐尽管再三请求媒体不要大肆渲染她意外摔倒的小插曲，可是媒体岂能饶过她，相关报道如潮水般涌向网络和报纸，气得大表姐对媒体竖起中指表示自己很不满。然而大表姐只长体重不长心，仅时隔一年，她在2014年的奥斯卡红毯上再次上演摔倒的一幕。哎呀，我说大表姐扶好皇冠别老掉，掉多观众可不爱看。 Part 3，念错人名大惨。你要说滋滋滋支持是翘舌平舌分不清，优姐我也就认了，可是下面这个书却是没有一个念在拍子上的。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星约翰屈福塔在介绍伊蒂纳门泽尔上台唱 Let It Go 前，结结巴巴不好意思，是完全一点不沾边的念错了他的名字。天啊，路欧 John， 伊蒂纳门泽尔和 Adele Dazzy 简直差了108000里，你这 freestyle 也未免太随意。 Adele Dazzy 究竟是何方神圣，到现在也还是个未解之谜。 Well well well， 今天优姐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奥斯卡越办越好越精彩，嘿嘿，你懂的。没事别刷屏，有话好好说。最近坊间有很多关于唐嫣怀孕的传闻，人家的工作室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明确表态了，我们的工作已经排到年底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总之现在明星们不仅有可能会被催婚，有可能还会被催生，你看是被粉丝们催生啊，其实可能普通人也会遇到。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比如说被周围的家长啊，然后或者是同事朋友啊催婚或者是催生呢？可以在留言区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干嘛要讨论一个这么的话题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各位留言。一大可爱说，聪哥涛嫂看戒里想点首最喜欢的英文歌 We Can't Stop， 最近在准备英语专四的考试，作为二战的宝宝考得很累，必须坚持下去，祝我专四必过，求点钟。哇，这专四不一样啊，比四级这个难度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妈默默，这不会被逼掉吗？这个，中国涛嫂你们好，
为什么老是点不中我嘞？想点一首张艺兴的《一个人》送给艺兴，希望他能够早点遇见我，不再一个人，哈哈哈哈。啊，深海里的一颗石头居然被占用了，说点歌点歌，大学毕业了，对于未来感到迷茫，但是又很期待。前两天看到微博上的一句话，叫做总是一边担心着未来，一边浪费着时间。太对了，这个极其有共鸣啊，是不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这种时刻的感受，也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想点一首 I Miss You 送给即将分别的伙伴，会想你们的。三首候选曲目，你喜欢哪一首呢？赶紧来投票吧。另外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我们优酷娱乐的这个粉丝量突破300万大关，我跟涛嫂将会在节目当中有彩蛋奉上。涛嫂上周的倒立是不是惊到了大家呢？今天该聪哥上场啦，敬请期待。那在片尾处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匆匆那年》，明天早晨8点全娱乐早八点见。好啦，这个兑现承诺的时候说到做到啊！之前承诺过大家，如果我们的优酷娱乐官方微博粉丝通过300万，聪哥就在节目里卸妆彩蛋，现在就是你们要的卸妆。好，来，好，写完了。如果你们觉得没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天生丽质难自弃呀。这世界很酷。